上贵火就贵火，贵火的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李文翰。人生是没有捷径的，要多加练习才能掌握这项技巧。吃完饭就练这个，从我大概练习生的时候就开始练这项技巧，小的东西，小的圆的那些东西我都会尝试着这样子抛起来，然后用嘴巴接住。好，是这样接住的技巧吗？我是五 G。一 G。M。一 G。M。M。E D E D M。因为那些特效很有意思嘛，对，然后就很想试着玩。可以现场给大家做几个正巧脸的帅哥的 pose。现在就是。Cool。有多点的表情吗？姐妹的。霸道总裁的。单纯小奶狗。在现实生活中有成功介绍四对情侣，他们闹矛盾会找你调解吗？不会，他们一般都被我介绍之后，他们就。失踪的那种人就不见了，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。大家都说咱们李文翰是航吹，还演唱了人家西湖，竟然可以现场清唱几句。西湖美景三月天嘞，立刻说出你的航吹在你心中独一无二的亮点。帅哥多，美女多，桂花香。就是我经常发那种网上搜过来的，就是产妇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啊，不要太胖啊，也要注意什么营养均衡啊什么的，我都会发给我老妈。你听过关于此次假的料是什么？谈恋爱了。听到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想反驳他？因为我有一顶就是没有帽檐的那个帽子嘛，然后他们老说我那个帽子是毛线帽，很热。我想就是说明一下，那个帽子不是毛线帽，也很凉快，那是个瓜皮帽。真的凉快吗？我不信。作为90后的演员，你觉得心中最无法忘记的剧是哪些？《武林外传》《家有儿女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《武林外传》里面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当然是白展堂了。可以现场表演吗？就知道。那我换一个。宝。就换一个没有技能的。邢捕头。我看好你哟。让你觉得像最真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？有带小孩来接我的，就是带着自己的娃来接我的。看到他们的小孩很嫉妒，就很想自己也有一个。好棒！我拉你小心前天的生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你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因为我从小就看蜡笔小新，包括剧场版什么都看了嘛，从小就在想，要是我是蜡笔小新就好了。谢谢你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我跟他同一天生日嘛。那你生日的点是什么？每天快快乐乐的，然后很幸福的感觉。说了一下，就是你的头像是不是蜡笔小新？我微信头像是，哎呀，不能。把自己微信头像爆出来。看过生日了，想知道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吗？愿大家都幸福。今天跟你方老师直播，然后咱们上演了一场粉碎式的行为，当时想知道一下导演组是怎么说的呢？这个不能说吗？没人告诉我呀。李云鹏说没事，哥跟你兜着。导演咋写剧本的呢？没有沟通过了，是我拉黑了。就我也是听岳老师的嘛，我是被迫的啊。那你在不是啊，走一个走在时尚潮流前端的男人怎么可能热呢？和你的那个毛线帽是一个，我那个不是毛线帽，我再说一遍，那个是一个没有帽檐的一个帽子。我不会磕他们 CP 了，但是在节目中的时候，我会就是看进去嘛，就看进像看节目一样看进去。你要两个人出演 CP， 希望是谁？我老爸跟我老妈吧。如果是你本人呢？那就我和蜡笔小新吧。不对，我和雏田。终究还是凑付了。最想做演员还是歌手？想做演员还是歌手？不冲突啊，我觉得。会唱歌的好演员。对。这首歌好像感觉你喜欢白衣长发爱撒娇的女孩。我认可，不是那个密室里面的那个 NPC 那样的，就是真正的美的，像仙女一样。喜欢的女生什么样？会撒娇的。长头发吧。圆中带尖，尖中带圆。
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是谁在泛泛而谈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是让我依依不舍的是有你的温柔。张小刚，张小刚老师，张小刚老师，我被杜华老师影响了。啊，张少刚老师，怎么 Q 到杜华？杜华老师，张雨绮。啊，张雨绮。